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啊，大墙上挑着面小旗子儿，旗子下留着座儿，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行吗？花姑娘，啊呸！举起手来。我是小薇，今天呢由我来主持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我身后啊是一所百年历史的名牌大学，我现在就在这所大学读书。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从这所大学说起。既然是过去的故事，那我就要从我妈妈说起了，因为啊，我妈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可是她正赶上一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她是影响了我妈妈这一代人一生的一场灾难，哎。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是让我们继续去寻找过去的故事。哎，事情啊就是这么巧，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啊，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姥姥的故事。我姥姥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闹日本鬼子的年代，日本鬼子经常在学校中抓捕爱国学生，而被抓走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走，走开！
有一分就吃完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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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这批货啊非常要紧，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啊。你放心，我这又不是第一回了嘛，我懂规矩，不敢问的我绝不乱问。这里边抓着啥东西，咋这么沉的？这里边啊是国宝。国宝？小鬼子快完蛋了，想把咱们中国的一尊金菩萨给悄悄运走，咱们得了暗信儿，把它给劫回来了。你得赶在鬼子前头运回村藏起来，好，我们再把鬼子向前引一段，就带队回来，尽快引回根基地去。我知道了。菩萨，金菩萨。但是耶，你个驴日下的，专见我唱戏的时候放屁呢，还让不让我唱啊？有人吗？在这儿能出声的除了我和驴还有谁啊？难道还是菩萨活来不成？真是菩萨，你活了？我还活着，救救我！真活了！放我出去！菩萨，听清楚了，是放我出去。观世音菩萨呀，我郭老大一辈子种地啥亏心事也没有做过，就是18岁那年我摸过孙儿媳妇的奶子，可是他后来搬到张庄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呀。菩萨呀，菩萨呀，你就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呀。求求你快放我出去吧。我放你出去，你怎么就活了你？疼啊。看不见，啥也看不见。就这样，我姥姥稀里糊涂地被一个稀里糊涂的人给救了，同时又稀里糊涂地卷进了一场更加惊险的历程。由于路上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没能在鬼子出动之前赶回村子。后来才知道，鬼子为了追回佛像，出动了城里所有的兵力，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但是中国人的地雷常常使鬼子知道这儿的路有多难走。
所以当年的日本皇军常常是这样前进的。이바시좀하아도도노가라이가라니페이데타진원님石桥村又走远不不不不远就在前前面啥啥风啥啥风了啊啊这啊这哎呀这这这天天天挺凉的啊哎热热热热上风啊啊这完了完了困到八下小月死了走啊太君要整有你的驴车啊那那不行太君我家就在前面石桥村我还要回家呢吗哎啊这太君要去的就是石桥村让你的驴车在前面开开开开开路啊这啊这召集全村的人循环。这驴车咋自己走了？我这个驴人家，我把车卸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啊！哎，你个驴日下的，你往哪儿跑了？你这个畜生你！你连你哪儿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呀？忘了祖宗八辈个叫驴，你日你妈！哎，你他妈这话里有话呢？我是马驴你咋了你这个东西这么一见柱子就跟孙子一样就欠抽快点这石桥村后头有一座老石桥是金山的唯一通路小子们
什么奇才？我希望看哪一米娜嫂，罗罗西的。完了完了，米娜嫂，马莫罗他们你，可可你看到了哒？可那他里的高度啊，完了完了，可可那来向你海里，黑椒你黑椒那么呢，我不知道。那么呢呢，阿里卡噶瓦克罗黑多，是个，我写的火气。哎。还就是说，忽然请让大家请多关照。太君是来保护大家的，有一个土匪劫了皇帝的货车，抢了皇帝的宝贝，要是谁知道宝贝的下落，要立刻报告。在没有找到宝贝之前，要封锁金山的道路，任何人不许出入。另外，为避免麻烦，全村的男人先喂去哈。嘿，快点，快点，快点了。这几位呢？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两个孙子，快叫狗腿子。叫老总。正好太君缺个守候做饭的，你俩去给太君做饭去。啊，你俩小兔崽子也别闲着，去给这位太君打水去。要新鲜的泉水。太君，花花姑娘。どうだ？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何？你花姑娘。东西你下锅呢？黑豆啊，黑豆，那是人吃的吗？这还真不是人吃的，吃这光放屁呢。那你还往锅里放黑豆？我们这没有其他东西吗？你是上门我。
这些白面都是刚从那些刁民家搜出来的，给太君做面条。大叔，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拿回来？不要说话，你现在是男的。太君要。哎，老总，你这有花姑娘没有？花姑娘，花姑娘，有，花姑娘，在哪儿呢？在后院呢。你看，这不是太君。她就叫花姑娘，生了三窝了，浑身都是花呀。花姑娘。这个村的泉水远近闻名，当年是转给皇上进贡的。请太君们尝尝。今天的土国的夜里，土国的夜里，土国的夜里，土国的世界的小孔，ぜひ我が国軍の勇者として残力を尽くしてほしい。バルを防ぐために方針をもっと立てるんだ。そして土国を手に入れたら、寺の中の村人みんな殺しだよ。我が国軍の意義を示すからな。咋样？味道不错吧？去，给煮松去。好了，太君吃的和猪吃的，都好了。站住！你这娃长得挺白净的嘛？啊？嘿！你把这饭都给太君盛。称号啊！
小滚哆嗦。我们活已经干完了，就帮我们做吧。你们这如此的不赖嘛，啊，还面条呢。太君，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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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不得呀！快快！大叔，一会儿咱往哪儿走啊？咱们往后山跑吧。那你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去找我的衣服。你这女子咋这么犟的呢？啊，你们城里人就这么金贵啊？就那么嫌弃我们的衣服？不是嫌弃，是那衣服太重要了。不是衣服还能比命重要了？村里边到处都是鬼子，你这会儿往回跑不是找死呢吗？就是因为有鬼子，我才不能丢了那件衣服。你这个娇小姐咋这么难伺候的啊？要回你自己回，我不陪着你去送死。你走吧，我哪儿都不认识，我哪儿走啊？你不走，那我走。小小姐，赶紧走吧，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这个时候，人不能站高处的。不能站高处。雷，专打高处的物体。可是你不翻过这个山，就见不着游击队啊。走吧，雷公啊，从来不会打好人的。哎，过了这个风火台啊，咱们就下山了。哎呀，你眼神好，四处给咱们看一看，还有没有鬼子啊？有。
座说过吗？这雷公啊，就不大好人。你的话怎么这么灵啊？那个雷他怎么说来就来了呢？我们这个令啊叫雷公令，你看那边那个小庙叫雷公庙，昨天我刚去烧过香，他当然显灵了。不要说他一个鬼子，就是再来上两个三个。这说来咋就来了？闺女挑吧，咱一起挑。有句话咋说来着？十四不干啥来着？十四不做亡国奴。对，十四不做亡国奴。咱让他孝着辈儿看一下，咱有骨气，对吧？花姑娘，花姑娘，收着啊！一步也不敢离开，一步也不敢离开啊！村里边能动的爷们儿啊，都让鬼子关到庙里边。地雷都在吗？都在这儿。先把佛像转移走，把队伍带到石桥村来。你留在这儿。我要跟你们走。这不是去玩。我要找我的衣服。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什么衣服？衣服兜里有一个小本，上面是鬼子细菌战试验的记录。地下党貌似把这份罪证给送了出来，可是让我给弄丢了。衣服在哪儿？当时手忙脚乱的，好像塞在驴槽子下边了。太君！
人类长马上就赶到，这可是给他的最好的见面礼啊。那英俊呢他们有的在听有资格了。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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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拿走了。花生。
呵呵我的队长啊，快快在他的后头
他叫对我，路你揍过的吗？你不记得了？啊，那你呢？莫着的慌，莫挡着，快走，快走，我快走，队长快走。管教他前往会会，他他无处逃。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祖宗のあれか教えてくれたら命が保証できる。彼に伝えて。让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烧死你！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嗯。摸门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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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打狗，他
太君，把他交给我，不行，制服他。小子，你不是咳嗽了吗？不是伤风了吗？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罚哎！老子不在乎，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お前も我がごっこんに入るなんて、なんでこうでだ。はい。那是太君的宝贝。嘿，我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你们都是贼，全都是贼，贼。太君，一会儿他就不再碎硬了。另外，去我国，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没法过河的，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我看，不如把桥给炸，断了八路的后路，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我们儿童团的地道昨天刚挖到这儿。咋样，舒服吧？哎呀，舒服啊，好舒服啊。少再少。
捅死给你！Ah!
后。太君，拉住绳子，我拉，拉你上来哦。太君。一木，大叔，你去鬼子砍伤了。枪怎么使啊？我怎么打不着呢？用这儿对准这儿，然后再对准鬼子，扣这儿。还学会日蹦花了你啊！八哥，你还敢骂我？我就是教你骂！下沉，把锅烧的我忘了。八哥，好嘞，大勇，好嘞，我在那边过他一招。你子还顾不得管耶？아루니스테테나부수도다사가이카빌리물라노헤토자이고라스다太君，啊！
都有八路了，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习惯。习惯？在哪里？赵东，可是我给你找到了这个。
私の父さんの父さん、すなわち私のじいさん、昔日本軍について中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の時に悪いことをたくさんしました。この間彼が亡くなる瀬戸際に、私の代わりに中国に行きなさい、亡くなられた方々の霊魂に謝罪をし、すべての中国人に謝罪しなさいと強く言われました。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现在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们大家，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对吗？对了，还有那个时代的歌曲。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啊，大墙上挑个面小旗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儿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行吗？啊呸！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啊，吵起那家伙站起了队儿，跟上咱八路就戳了村儿，一来甭说他还见村儿，死到下辈那鬼子的魂儿，谁敢欺负咱中国人？そうですね。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大枪上挑着面小旗子儿，鼻子下留着朵小胡子儿，抢咱的东西还杀咱的人儿，
行吗？阿佩！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儿，吵起了家伙，咱站。